是的，各位观众，记者目前位置在东吴大学城中校区，可以看到这里人潮满满，热闹非凡。没错，今天就是东吴第一里活动的开幕式。去年因为疫情改以线上迎新，今年终于恢复实体。透过画面，让我们感受现场氛围。我刚才听到小苹果，我真的没想到我这辈子可以听到这首歌，整个人都嗨起来了。好，那可以请问两位学弟，就是你们对未来的大学生活有什么期待吗？我会希望可以就是加一些社团，喜欢的社团，然后认识很多新的朋友这样子。对，我希望不要被当就好了。我们这一届的一里主题呢，定为盛夏派对，就是希望所有参与在这个活动，不管是服务员、营本顾问，或者是新生们，都很像就是开心的来这里参与一样，然后就是完整的享受四天的活动。即使天气再热，学长姐们仍然使出浑身解数，劲歌热舞，欢迎东吴新鲜人。相信后续的第一里活动仍旧精彩可期。以上是校园记者林耿莹、林心柔、简慧贤在现场的连线报道。接下来把镜头交给晴雨。是的，耿莹，各位观众，记者人目前位于外双溪的综合大楼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距离开学典礼还有半个小时，在外面已经形成长长的排队人潮。同学早安，要参加入学典礼的同学，我们跟着我是队伍终点的牌子往后排。开学典礼因为疫情的关系改成线上，今年好不容易能以实体的方式跟大家见面，那就跟着记者带您直击今年的开学典礼吧。欢迎各位大一新生进入东吴大学。自主学习是未来各位成功与否的最关键的艺术。如果说他最有趣，应该是丢球的部分，因为可以跟大家有互动。对，对，大家也是丢球的部分。从画面上可以看到，新生们正开心地推着印有东吴校训的大球，也展现出他们的团结精神还有青春活力。祝福各位大一新生们有个非常丰富的大学生活。以上就是校园记者张晨轩、林晴雨的现场连线报道。那接下来我们将画面交给晨轩。是的，晴雨，各位观众，记者现在就在东吴大学双溪校区的体育馆内。今天已经到了第一里的最后一天，今天的重头戏就是班级竞赛。从画面上可以看到，比赛正如火如荼的举行，带您来看看现场的精彩画面。就是赶快做完嘛，也就当下没有想那么多，就不要拖到班级的趣味竞赛这样。